喂，嗨 Sam， 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怎么了？就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去悉尼的旅行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说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必须跟你说，我要跟我的女朋友 Alice 去新西兰。你确定？我们已经买票了。哎，我知道，但是，哎，反正就真的很不好意思。OK， 没事。你跟你家爱丽丝去吧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不用管。Hi Sammy， 最近怎么样？别这么叫我 Alan， 有什么事吗？我在 Charleston 逛街的时候，你猜怎么样？我看到你女朋友跟一个男的在一起。你确定？绝对没有看错。Fuck， 这个人是谁？你认识吗？放心吧，我回去帮你查查看。好的好的，麻烦了。
喂。喂，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。好吧，那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，我们跟顾客那边出了点问题，我得把它解决了，我才能回家。别等我了，应该会挺迟的。怎么了 Sam？ 没事没事，注意安全，晚上好点回家，我一会儿就睡。好，很尽快的，晚安吧。好，晚安。喂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对，有好消息。那个人叫 Peter， 我搞到了他家的地址。不错，真不错，非常好。现在把地址告诉我。你怎么了 Sam？ 喝多了吗？没事，这你不用管。现在把地址告诉我。你没事吧？快点，快一点。行，好的好的，你记一下，他家地址是37号 Lost Road， 在可能威布利。 OK， 我雇你们。Alice.